近心情还好吗？因为上次有那个报道啊，就说什么光汉，我没有仔细看。哦，恩师觉得他最近心情还好吗？听说他恋爱了。这个不能，好，不要这样挖洞给我跳，拜托拜托，等一下被我爸骂。姐姐最近心情还好吗？姐姐家都还挺好的啊。因为上次有那个报道啊，就说什么光汉，我没有仔细看。哦，哇。没有没有，认真工作，我也是演艺圈的打工人，然后现在的心态就是有工作就努力做，对对对。那你有关心你另外一位同事吗？这个我就不要多说，因为我可能我也不知道详细情况是如何。一样同一句话，今天还是很开心能陪老师走红毯，然后我也就是一个演艺圈的打工人，然后很开心的来，谢谢。爸爸最近有因为就是被爆料心情不好吗？其实还好，我觉得反而他最近我们两个父子关系觉得最近其实是还不错，可能他有看到就是说我也有努力在我工作上面，也许事业上有一些些小小的起色，也许他有被我的努力给感动吧。我跟他最近算是处得比较好。有准备要发音乐作品吗？哦，有啊有啊，但是希望有一天会有钱掉下来。今天拿了奖就给你。好 OK。所以不会跟爸爸拿，他还是支持我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可是他觉得我应该要自己担起责任。那我其实自己也觉得，对啊，如果我再继续跟他拿，然后拿他的钱去做我自己想做的音乐，那就不太 hip hop， 所以就自己努力了。